比如说你想当律师，那你平常就去听律师的 podcast，律师这个人开的 podcast，那你就可以听到他的 mindset。然后线上课程是要花钱的，但我觉得也是蛮值得的。像最近艾丽莎莎有发一个行销课，大家知道吗？就是卖爆的那个行销课。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对行销有兴趣的话，不妨也可以去买她的那个东西来看一下。 因为其实行销说实在就是一直不断的去复制别人的成功跟经验，是真的。所以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买买看线上课程。而且线上课程通常都是找业界大佬去开的一些课，所以你一定能学到东西。然后学校的职涯我也有去过，有人有去过吗？智商师。其实我有去过，因为我当初在想我到底要不要读研究所。 然后就去问了一下，然后找工作的平台，它有一些也有一些经验分享的功能，比如说 Blink， 大家有用过这个东西吗？好 ，Blink 没有用过。那面试去，它是要付费的，但是它会有很多人去分享它面试的经验，然后实习透视镜，这是一个 FB 社团，大家加入就可以了。 然后那边也是有很多人去分享他的实习的经验，我觉得这是大家都可以去多多的看一下。然后再来是你可以透过job description， 就是最重要你这个工作到底在做什么的描述，就是直接公司写的这些描述，比方说主要的任务跟他可以录取你的加分条件是什么，然后进而的去尝试做一些。 努力，像我有个朋友，他超级自律，他自律的程度是，他跟我说他会规划明年要做的事情，然后不是那种哦我想要开车，我想要干嘛，而是他会去看这些 job description， 然后去看他自己还缺少了什么技能，然后去弥补，以让他可以去得到这份工作。 然后这些都是我列出来可以找工作的平台，像 Kate Grissom 是可以做履历的一个东西，大家有用过吗？好，然后 LinkedIn 也是大家可以去看的。Urator、 Blink 这几个我刚念到的都是可以找比较新创的公司的机会。那数字银行的话就比较是传产，但其实也有一些蛮厉害的在上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然后看书也很重要。像我最近对于公关有兴趣，我最近对于专案管理有兴趣，那我就去找业界大佬的书，一样就是要找厉害的人写的嘛，你才会学到东西。那教科书的话，除非是你要去考研究所，不然我不推荐你，因为你根本不会看。然后是心理测验，像这个的话是一一一一的一个心理测验。 它呢可以去测出你的人格特质，然后如何应用在工作的情境，跟就是一些行为表现。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可爱的是，你在用一一一一找工作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功能写说分析，然后它就会分析你的个性跟你的工作经验有没有符合你想要找的这份工作。 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你很适合哦，或者是你不适合哦这样。好，然后下一个是 MBTI， 有人有做过这个吗？有，你是什么？你忘记了？我是INTP。INTP。什么意思？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看第一个。 E 跟 I，E 的人就是比较外向，I 的人比较内向。可是它其实不是这样分，不是，它是分说 I 的人是透过跟自己独处的，可能可以获得能量，然后 E 是跟别人相处获得能量，对对对。然后 N 跟 S， 你是比较直觉的人，还是你是比较透过圣经实际的东西？ 才会想清楚这个事情。然后你是比较思考的人，还是用情感的人？你是用计划的人，还是你是比较走走看花的那种人？
那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一个部分是我当初跟我的男朋友刚交往的时候，我们就做了这个，然后我们瞬间了解彼此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东西。然后它可以有很多解释，所以你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去看。好，然后这个的话是盖洛普，大家有听过这个吗？有。那有做过吗？没有。它是要收费的，它有两个阶级，一个是700多块的吧，另外的是1000多块的。对，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做700多块那个就好，因为我就是自己做700多块。然后他会得到的东西就是这30几个个性当中会给你5个你的优势、你的天赋，然后进而呢，你可以去训练你的这些你的天赋，然后变成优势，然后变成你工作的一个武器这样子。然后这个的话是 DISC。他是我最近去面试一个叫猎人头的一个工作，他叫我去做的，然后我觉得也是蛮酷的，因为他可以看出你的一些个性啊，还有你是不是很容易说服别人啊，还是你是比较支配别人的，那他们这样子就会跟他的工作有相关性嘛。好，那以上测验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做做看。接下来呢，就是你要怎么知道你适不适合工作？就是去面试，真的是去面试你就知道了。因为面试的阶段大概就是这几个嘛：写履历、投履历、面试准备，然后去现场反应，跟到最后看有没有录取。好，然后我在这边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活动的时间，就是请大家帮我2:2一组。好，然后我会给你们2张这个卡片，一个是 for yourself， 一个是 for your partner。So write down your and your partner's strength, weakness, and what you think they are good at about their job.What job they need to do. 那可以大家帮我来拿。
Jefferson. Professor, play off for a joke. Okay. But then I know them quite better than Amy right now. Which one? Who? Stanley? Stanley, yeah. Oh, yeah, you can do it.适合的都还行。